我是个主打陪伴的文艺复兴 reaction 节目文基金，看钱常点赞，养成好习惯。哇，我今天要带你们看的东西，在他刚发的时候，我看了就好想带你们录，可惜在忙其他事情，我们又赶不上热度了，永远赶不上热度的文基金。别这么说嘛，虽然是事实。对，反正是文艺复兴嘛，我们要看一下近期。好嘞，好嘞。IU 的迷你六级的先行曲，Love Means All 它的 MV，OK。这个 MV 呢也由金凯峰友情出演。哎呦 ，V 出来了，哎呦 V， 哎呦 V， 哇哦，就是有点像那个周杰伦那个哇，好日系啊，这飘色。嚯，日系。什么？哦呦，方块。神经病。方块五 Q， 感觉像个电影，灾难片还是？干嘛、啊？这字幕都没说话都能打出字幕来啊？手语哦。我像不像爱丽丝？我觉得妆还挺好看的，暂时妆。嗯，稀碎，这个画面。是吧？哪个？但是这是 IU 的歌。嗯，对。哦，你说那个。真的就是默剧片。但这首歌怎么那么温暖的感觉？哇。哇哇！你发现没有，拍的画面里边他没有受伤哎。这记录里面都是美好的东西吧？是是这意思吧？是。哇哦，这要命的颜色！妈呀！看就看，别上手啊！哦、所以他们所有看东西都是通过哦，视障是吧？有只眼睛不太好。我的妈呀！哦，我怎么有点感动呢？听这个旋律，啊，王家卫啊，这旋律太好听了吧！不重要，就是他是可以是任何人，他们才是那个主角。哇！不重要了，不重要，因为在他们彼此眼中看到对方就是那个透过 DV 看到对方的样子，就是他们眼中最美的那个样子。我的妈呀，真的太美了，我要说脏话了。哦，都可以。所以这个盒子不是追杀他们的吗？哦，是哈，我以为是给他们送新婚礼物来了，就打开一个戒指。是什么、啊？时空隧道，死路一条。时间静止的东西啊！我、哦、外面这么多盒子，我有入侵了。嗯，那就跟他干吧，我来。走到尽头吧。
看了。哦，啊，哎，哦，要被要消失了。吸走了，被吃掉了。就自己留下的衣服，看嘛，我们就说过嘛，画面唯美的哦，一件衣服代表死掉一个人呢、啊，嗯，这我们说过，画面唯美，结局一定不是很好。OK， 哎，挺好的，画面很温暖，很感动，反正我听得挺感动的。哇，这个我还是觉得应该拍成时间更长一点会更好看。已经有五。哎、嗯，我们要求的是120分钟，九十分钟就可以了，九十分钟就可以了。我觉得好棒，天都演的好好。这首歌现在已经有了是吧？收藏一下吧，还挺好听的。Love wins all， 真爱赢得一切。被那个外星人吃掉，或者说是消灭掉的那一刻，他们真的输了吗？人类输了吗？可能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觉得。爱赢过一切，他们有过最幸福、最温馨、最欢乐的那一段。对他们有过那段记忆、嗯，然后在最后的这个危险时刻，男的愿意为女的挺身而出，女的哪怕最后都要让他不要看到最后那个举动，其实很多爱意是表现在细节上面的，所以我是觉得到哪怕最后一起共同赴死也好，他们赢了，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了。只要你在一起，只要彼此心中有彼此，那么这个就不负此生、就是、对对 对就这么一个意思。但反正就只有五分钟嘛。我知道你说他最后那个衣服那儿像春日嘛，嗯，哎，是的，那就是爱的歌吧。我明白明白，就是那个意境，就告诉你有那么多衣破碎衣服，到最后那个镜头，他们的婚纱和礼服落下的人，就告诉你其实是这个地方已经逝去了这么多的人，很多人了，埋葬了很多人。他有个镜头，就是他们当时不是透过那个墙，然后出去外面很多个那个方块、啊、方块不错的人啊，方块倒闭了啊，然后就说明末日是因为这个不知名的东西，其实他在全球或者说整个城市范围内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不可能是他们两个重复死那么多次，而是很多人死在这个上面。他也不见得完全是在讲一个末世的故事，你可以把它完全看作是写意。摄影机里边看到的彼此是没有受伤的，可能就是在回忆我们俩在一起的过程当中那些美好的幸福的那些过往。而现在为什么会整个世界会毁灭的，可能也就写意的在表达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感情世界可能是破碎的，而那个方块写意就是那个世界的现实。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对的，就虽然你说黑人不重要吧，但是他们的表现态度仔细看其实就是简单来说，霸凌者不配有姓名。我们的美好其实在于我们内心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就是他们彼此接触对方就好了。对，就好很好听。这个音乐加上他们在地面上那么欢快的场景的时候，看得我更难过了。本来我们说过，生化对立这种是在很末日的这种画面当中配一首很温暖的歌，其实他本来会强调导演或怎么样想强大那对那个画面。这边他们下着一起拍婚纱照，都有伤，然后看着脏脏的。脏脏衣服，但是在他们心中那就是最美的婚纱照。但确实人长得好看也是很重要的，确实挺好看的。但他也有说这首歌里也是献给他粉丝的啊。你粉丝的角度上来说，是他觉得粉丝抢他结婚了。好的，思维真的是扩展，真爱至上。解读这个东西嘛，它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对吧？至于他说了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误读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个比较关键。嗯，好，这是我觉得真的质量很不错的。哇，这个真的好棒，喜欢，回再看一遍。这个旋律真的会一直在脑中不断的回荡。